加入。想多啦，兄弟，你跟我有这个新符文的建模对拼，我看你是完全不懂哦，回家吧。只是回复量跟生命可能就没那么多啊，但它是必然的啊。啊，死了！被我背得到了吧，兄弟？你单要伤害的话，一定是带那个会比较强啊。但如果你要稳的话，你当然就是带不死之握。可是基本上我会推荐都带那个、啊。哇，怎么硬要？有点亏、欸，他们那样死两个。但我好像也不会不能帮他们什么、啊，所以。假如是应该会倒啊，假如是大家还在 CD， 直接踢了。赚了，可惜。算了，还行。这波你看那个真伤就差超多的啦，因为我那个真伤的关系，外加我又肉，我坦超久又超痛的，所以我才会推荐大家现在可以带这个、啊，因为跟他打很难碰兵啊，碰兵都会被偷捞。哎，少了一刀。管到了，他死了 ，nice。二煞师打野有搞头吗？二煞师可以无损打野，可是我不推荐玩二煞师打野，除非你开场进去先把你四个队友全部都撇 mute， 那就可以玩。有办法再收一个吗，兄弟们？这波砍出爆炸出来了，nice， 还可以吗？我这波是一个人进场，把他们全部砍到头壳爆开啊！只可惜，也只能杀这些人了。nice， 走吧，巴龙吧。这波我直接跳下去砍出了陈盾的输出啊，对他们后排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力，而且我没有死掉。太去哪了不？他会讲人家怎样怎样怎样。哎，你死定了！这个 Q
很细节，因为我一个故意不 Q 到他，他就爆了。怎么又有卡影？我操你老师！妈的，叫我再来啊！真是不好意思哦，跟我对砍，你还早了一些啊！这就是因为我带这个天赋啊，虽然他也带啊，可是他显然没有我有用啊。回家了，我可是有 TP 的人啊，我也没差。哇，细节啊，哥们！如果你能赢吗？他蛮细节的。他以为会直接闪现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沙里连闪现都不用啊。就是点满五成才能够复活吗？你应该只是想要问 W 跟那个吧，不是开大吧 ？W 跟鬼锁的怎么算而已。哦，你说开大算近战还是远程哦？哦，对哦，还有这种可能，还是算那个啊？你开大还是算那个近战啊？因为他只是加射程而已，他又不是变射手。他只是加375射程，又不是像凯尔变换形态直接变射手，那有点不太一样。凯尔那种就会直接变成远程形态啊，啊，这个是加射速而已。此时此刻，对面应该很怀疑延伸这个二煞石是什么东西。你们看到那个攻速爆炸了吗？GG， 傻逼大本1:1-8，刚刚那个是国人。笑死！那这一个喷起来，干！这个北欧战神已经被打到很怕了，他现在连冰都不敢来吃了，天哪！我觉得有人欸，可惜了，没有能够双杀。
一波正传的团战都没有，哎，天哪！总是有人会先被抓掉，他有点困难啊，说真的。半血一样可以单杀你啊！牛头好像有来没来，我都会杀他。哇，你们到底在干嘛？我的天，这几个人会不会玩游戏啊？Nice， 有没有凹到那个机会了？忍这么久就是凹这一波啊，可以的。